请您先自我介绍以及代表的品牌以及这次得奖的商品。好，主持人好，芭比杂志大家好，我是瑞思药厂的食品行销科长，我是许秀如，今天代表了瑞思药厂以及总经理廖志伟先生来参与这个芭比杂志的年度盛会，是非常开心哦，科长，我想请教一下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读者以及观众朋友，这一支商品获得优良成分奖最大的特色是在哪里呢？本产品获得优良成分奖呢，主要有几项原因，我们有四大特色：高纤、高钙、八抑菌以及十八种酵素。另外呢，我们通过多项的检验，包含了微生物、重金属、塑化剂、乳酸菌的检验，以及312项西药的检验、塑化剂的检验、好成分以及好安心，是我们产品获得评审青睐的原因。哇，那请教一下，这一支商品呢，它得奖呢，最主要有哪一些保健功能呢？产品呢获得好评的保健功能呢，包含了帮助消化以及改变细菌丛生态，帮助排便，使排便顺畅，还有骨骼牙齿健康，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的特色。好，真的很棒哦。那这一支获奖的商品，它跟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最大的不同点是在于哪里呢？市面上的益生菌啊，就是以益生菌为主，而我们的产品呢还是高钙的配方，除了益生菌又是高钙的配方，里面添加的钙呢是柠檬酸钙，是最好吸收的钙质，可以帮助维持骨骼牙齿的健康，全家人都适合使用。那我想请科长跟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的消费者聊一下，瑞思药厂呢这个品牌，我们最想要跟消费者以及我们的观众呢以及我们的读者沟通的品牌价值是什么呢？瑞思药厂呢已经成立超过半个世纪，瑞思药厂呢通过了 PEACE GMP 国际认证，我们呢秉持的初衷要提供给消费者安全、安定、有效的产品，所以我们会持续研发优质的产品，为全民的健康努力以及把关。好，很棒哦。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我们品牌下一步最新的计划是什么呢？除了持续生产安全、有效、安定的产品给消费者呢，我们呢下一步呢，今年呢会引进欧洲的营养产品。这个营养产品呢，它是一个全新的摄取营养的方式，瑞思药厂的独家销售。请大家敬请期待。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话呢，想要对我们的体面奥斯卡的百大评审来说的呢？首先呢，要特别谢谢百大评审团啊，在众多优质的商品中看见我们瑞思药厂。瑞思药厂呢是值得大家信赖的良心企业，我们也会持续提供优质的商品，然后来照顾大家的健康。谢谢评审，谢谢。那请科长呢给我们的体面奥斯卡呢一段祝福的话好吗？体面奥斯卡呢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平台，希望呢奥斯卡呢能够年年继续举办，然后提供给众多社会大众更优质的商品讯息，然后也请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瑞思药厂哦，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您，谢谢，谢谢。